这个是 M4 的一个不锈钢模柱，用我们这个储能式模式焊接机。先用的话，这个是碳钢材，这个是不锈，这是不锈钢的，不是，这底板是镀锌板。镀锌的，这是螺丝，起来螺丝，是可以上螺丝的。里面的螺纹没有受到伤害。OK， 可以了。